Alright guys, this is Will from Monkey Steals Peach, and today I'm here in Yantai with my teacher Zhou Zhen Dong, and we're going to do an exclusive interview. So this interview is going to be in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e're going to have a talk about his experience training martial arts and about som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antis. And in the second part, we're going to do some demonstrations, okay? 好，那师傅，请你先来介绍一下你 怎么学的螳螂拳？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左六八年，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是可以说当时很乱，各派造反派什么都那个学生也不念书了，都跑到家里边，我也没有什么爱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爱好。 就找了一个老师，学武术，那会儿对武术的概念是什么拳什么拳都不懂，随便找个老师学。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把拳法武术再到就是拳法，现在就叫武馆，以前叫拳法，都封了，把些老师都赶走了，都遣返了，再跟着一个我爷爷的一个朋友。 一个老先生，学的就是带圆门，那年我15岁，越觉得越学，越投入，越学越练越有滋味，慢慢的就喜欢上这个武术。那以后就是。 那时候我学的时候，老师师傅那时候就85岁了，学的一段时间，2年到3年的时候，2年半的时间，他就生病了，就不能再继续学下去了，因为他会中医，他教我中医，我也不会，他把脉啊什么我也不懂，他教我也不懂，寸关尺我也不懂，以后就是他去世了，我们几个师兄弟就。 老把他用大板车，现在说你看人拉的大板车，拉到这个殡仪馆给火化了，就是找个地方给他埋了。那以后呢，又有幸介绍到我的师傅张杰堂老师，他是先是跟烟台很有名的一个好家好老师，好老师是弟兄六个。 他可是跟着四老师郝恒信老师学，弟兄三个，我老师是老三，他大哥二哥还有他，跟着郝老师学了6年，把可以说把郝老师家的这个雅香指拳、四套穿姿都学到了。以后我的老师的叔叔张蒙家。 他原来是江华龙的莱阳江华龙的学生，他又把崔老师崔寿山老师介绍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分就出钱把崔老师留在家里面，教他弟兄三个，所以以后有幸跟着我的张老师，学习螳螂拳。那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螳螂拳。讲螳螂拳，螳螂拳。 这些螳螂手上有胸小指，一指，一指勾下来，这是一个风手，往外风。那离是为合，也螳螂手，这样合，这样合，外风，螳螂手这时候一踩，要往下踩，外风，离合，那螳螂手里面就还有可以用肘。 胳臂、胳膊、鼻肘，叫鼻肘，也可以做一下，左右一下，要说对方来手，你看，一伸着要伸上要活一侧，一侧，那手在这个地方，一侧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扶上，拿上去，拿，两个手趟上手，好，趟上手，做，这时候可以护眼，你看，好，别做上，一做护眼拿，他这个时候一来，我趟上手，哎，在这样做，来，好，可以。
这是螳螂鼠的。那螳螂鼠的变化可以变为，玉环手、磨盘手、腰斩啊，再做一个，刚才是做的是腰斩啊，慢慢做上螳螂手腹部也，哎，螳螂鼠这一拉这个手，封住他这个手，螳螂鼠这是腰斩啊，腰斩。那玉环手呢，是吧？风吹一点，那手在这个地方啊，一擦掌啊，或者是从这擦，擦掌。手扣着手，扣着它这段，这属于玉环手，啊，做一段，啊，做，啊，那玉环手，是不是螳螂手也可以打？打可以打，对啊，你这手要一做这就可以打，嗯，啊，这是一锤就可以打，嗯，啊，玉环手上一个，一是往上打的话，一是对方往上打，我就一扣三，那球在这个段，嗯。是扣的眼，大拳，就称为玉环。所以你在这里是用螳螂手来对扑脸，扣眼，扣眼，出眼，打眼，同时打，嗯，螳螂手，啊，这螳螂拳对着最重要一个基本功叫螳螂钩子玉环步，嗯，啊，做的时候他应该是我先做一个，嗯，好，做一下基本功这个，啊，做一个在这个地方做。勾手呢，勾手一擦，勾，那两个要勾啊，勾起来，这一合一擦，这个地方，勾，啊，这是螳螂手，嗯，不要勾，螳螂钩子玉环步，不要勾，手要勾，所以步也是勾的，啊，手也是勾的，玉环步是在这个一个变化，嗯，这叫玉环步，嗯，啊，这个结合起来叫螳螂，这个玉环步，螳螂钩子玉环步，嗯。这个臂就是说提的话，啊，可以说一封打拳，嗯，可以说两手是都可以封封打拳，嗯，啊，封打拳，啊，那可是这一来的话，就是我一打拳，对方一手一封我，啊，就提上去，就可以打，这是臂肘的用法，嗯，好，啊，这是这个的，这是打拳肘，一封上，啊，再打上去，哗，哎，嗯，啊，这是螳螂手的用法。嗯，好，那师傅，你能不能再讲一下螳螂拳的历史，它的来源和发展是怎么样？好的，螳螂拳发源于我们胶东，在莱阳、海阳这个地方，有别的螳螂拳，那是以后。有的螳螂拳了，都是没有任何的历史记载，就这一门螳螂拳有记载。那是莱阳先志记载的是有个大盗啊，就病了以后叫抓在监牢里，这病了不行了，就把他扔出来了，奄奄一息了，就是。咱们莱阳海洋，那是原来海洋和莱阳这个边的地方，那是都属于莱阳的，以后划给海洋了。那个有个叫李炳霄的老师，他随他父亲当官以后，就告老还乡，就退休了还乡，他跟随父亲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到一个快要死了的人，那么他李炳霄这个老先生呢，他懂医理，懂中医。一看快要死了啊，他抓了几副药，就把他给救过来了。救过来以后，说这个人呢，就成为他大盗。大盗就是，无以报答，没有什么东西可报答这个李炳霄的，就是把他所有的记忆，螳螂拳，传给李炳霄了。李炳霄就是，又自己练习。自己练的时候，就是又融合了很多的别的门派的好东西，都融合进来，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所以王朗的这个故事是那王朗是就是传说有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历史记载，那是传说的，还是怎么后人编的？没有无据可查。嗯，
所以螳螂拳的来源应该是从李炳孝对在大道那边大道来的啊。李炳孝那是到了晚年传给赵朱，李炳孝的名字叫李炳孝，号二狗，嗯啊，晚年传授给他赵朱，嗯，赵朱字启禄，赵启禄，到了晚年以后，全新的东西，起心传授给了梁学相，嗯，字树谱，现在是海洋御三坊，以前都是莱阳的地方，嗯、都是归莱阳的。嗯、梁学相把所有的东西，他是以前都是单传的，传给江华龙，啊，这是莱阳县志记载的，江华龙传给宋志德，嗯，啊，就莱阳县志就记载的宋志德，嗯，啊，有宋志德的大徒弟。那崔秀山，嗯，那崔老师的记者宋志德的记者是宋志德宋耀坤，他的名字是宋志德宋耀坤，他的侄子叫宋福廷，啊，崔老师崔秀山老师从小和宋福廷在宋志德家里边练，就是莱阳头号的宋志德老先生是莱阳头号的大财主，嗯，很有钱，所以说，他的侄子宋福廷和崔老师从小，这个各村子两个村子就是二三里路的街区，十几岁的时候就走过去，从小练。那么以后呢，是就是再别的学生啦，有王玉山老师啦，老前辈啦，赵喜廷啦，江玉龙啦，很多，那是以后有个。宋二爷宋老师又学了、嗯、那最有名的是莱阳三山，就是莱阳三山，王玉山李坤山，李坤山是跟着江华龙学的、哦、江华龙学的，在这宋二爷就是宋志德的老师的名字，在莱阳都称为宋二爷，这个名字很少，可是很有钱，一提到宋二爷都知道、嗯、宋二爷排行老二。那从梁学相老师的时代有很多故事，那梁学相、江华龙、宋志德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故事。以前呢，年轻的时候打拳累了以后啊，累了以后这个老师说坐着歇会儿吧，休息一下，老师在我休息的时候给我讲了以前螳螂拳前辈的故事，嗯很多很多，讲了很多的东西，也是激励我用功，就好比说讲到梁学相老前辈练螳螂拳撒那个柿子都很低，因为螳螂拳讲究嘛，第一句话是撒柿，他要把剑吞，别的都是假的，撒柿他要吞剑，撒柿他要把剑吞，用功之道，此为真，是此为真。别的都讲，就啥事还要吞剑，为真。所以说，就讲到梁学相老师打拳练功的时候，就在八仙的我们这个地方有八仙桌子，在八仙桌子底下练功，打拳来回，打。老师就激励我，讲这故事来激励我。嗯嗯。那反撤是？我们中路翻车是从外面进来的，从李丹拜进来，他原来不属于螳螂拳。是的，听老师讲，他是也是一辈讲的故事传下来的。在那个，那是现在的那个李丹拜老师的家乡属于莱西市，以前都属于莱阳管辖，但是分出去了，归为莱西。那是听老师讲，前辈们讲，年轻小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喜欢他好斗，性格好，和别人跟老师学以后，必须找别人去试验试验，也现现好不好使嘛。要是他今天要是输了，晚上回家琢磨琢磨，哪输在哪里。拿出吃亏了，输在哪里，找着就得注意的地方，明天又去了，
所以不被对方打败了，他基本上不算是。所以以后别的拳王老师都是找了他的师傅，找了他的老师，去告状。以后看着他老是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他的老师就把他开除了。在过去就是开葛条，现在话就说开除了。开除了以后，他就自己苦练，别的拳王老师、别的拳王都不收他，因为这个拳王开除了，另外别的所有的拳王都不收了，都认为他这个学生的品行不好，所以他就自己在家练，用功的练，刻苦的练。所以说他练了以后，那个铝豆在他那个放在桌子上，拿胳膊一擀，都成粉，练得很硬。以后就是听说，这个南阳的在螳螂拳有个叫前辈江华龙老师嘛，他是也很喜欢仿友，他仿了在南阳先志上记载的，他仿了走了七个省仿友，这就和他能打个平手的，能和他匹敌的，就山西省有姓郑的郑某，能和江华龙匹敌。以后这个和就是李淡泊老师，就是听说这南阳还有个叫江华龙的挺厉害的，所以就是找这两个师的比试。比试的时候就说这很多的老师都在现场，也给他们撮合了。所以前面在中国的时候，这老人呢穿的衣服很长，因为袄袖很长，那怕冻手，一般能玩一到两道都往在这个地方露着手，有些放下以后很长。那时候他的有一天他俩在拳房里边，也不知道谁的拳房里边动着手来了，动着手的时候，这江华龙把李淡白打抵到一个就是拳房的头上，就李淡白急了，把袄袖子一甩来了翻车了，打了个翻车，把袄袖一甩得很长，连土带泥都打起来了，江华龙都睁不开眼了，就退到拳房另一个头，就实在没法再退了，呼呼的没这个翻车腿就拎下来打过来，江华龙没办法，用了这个螳螂拳，一个叫四门吊打，一个手法闪打，给他把他按在地上，当时怕出了事情，怕出了事，拳王老师很多老师啊，为了双方的脸面打平了和了，这两个一撮合，就别的拳王老师很多老师说跟撮合，两个姐妹有兄弟，这两个好，以后江华龙的儿子江东阳跟着李淡白老师学翻车，学这个李淡白老师帮友绑了一个大杆，这个大杆很出名，就是以后就是三几年的时候，他的侄子李坤山在全国比赛的时候，中央武术馆举行的比赛，全国大杆子得第一名，得过银灯，李坤山、李淡白的侄子跟江华龙学螳螂拳，这我们这边得了他的翻车，得了他们打的烂白杆，烂脖子杆。后来李坤山他到台湾去，他跟国民党，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了。他的儿子他在那边也教拳，他的儿子李登武也在那边教拳。放枪的，放枪的，我放。那在用法，翻车是有一些什么概念？他翻车是沉刚无忧，迎风施展，他不管是对方出什么手，都是从上面劈，劈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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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这么打。他就要是就是靠，把对方手从打底，打底就往上窜，这是手跟对方来，这样打，这跳，就是这么打。很硬的手法，
你能不能讲一下螳螂拳的主要的套路，都是什么？然后这些套路是有什么特点，是什么意思？啊，螳螂拳的套路就是都讲这个莱昂这个螳螂拳。嗯。啊，莱昂的螳螂拳这也主要是蹦步、乱箭、打手、梅花鹿、中路翻车这样。嗯。啊，它主要是这些拳。八九，那崔老师一样的，原来就是一个打拳，八九，那他练着八九需要练左进，把它分成几个小段，来练，再要是六段，那乱箭是母拳，母拳，八九也是母拳，那他们是什么意思？八九这个母拳呢，是在练的左进，分左的左，打左进，乱箭它是主要讲究的，它是三十六母式，三十六母，这个母式能演变出了很多的式，招式，乱箭。所以螳螂拳的技术就是从，乱箭。乱箭对是最早的是出来的。八九这个也是母式，它是练的进路，打这个进路不一样。下面我讲一下螳螂拳的，主要的几块这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拳术，讲讲那蹦步吧，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蹦步乱箭小把手，神仙也难整。就说明那蹦步对螳螂拳的重要性。我先做一个蹦步的动作，看。讲解一下这个蹦步的开头的用法，劈解的方法。蹦步一开始对上步的时候，它是迎双峰螳螂手，一峰一斧，在这个对方来说打对方裆你看他打裆在这个地方，那第二手呢，在第二手峰打裆的时候，一峰说再打裆也好啊，那走一刻一护眼，护眼跟他的啊，我这三个动作现在想给他讲一讲，就蹦蹦里面有个叫阴阳跌掌，就给大家看看。阴阳跌掌就是我想这对方去出来来做我的话，我可以这样，两个手来做啊，这样，就是记得打这个字。要是这个地方我退的时候，我这个步一个赶步，坐着一个赶步，旱几步，这是阴阳跌掌，这是一个小组合，再讲讲螳螂拳的母拳吧，母拳就是这乱箭三十六母。三十六母式，这螳螂拳的母式。那么讲解呢，它就叫一起太极，也有叫五打连环劈的，一、二、三、四、五，五打连环劈。一起太极吧，对方一出手的话，手一合，一合，这个时候他底漏出来，一个底漏打我身体，那我手在这，在这个，手在这个打，扫回来，扫下来都可以，要是这个时候你照我的手，这个时候你一个底漏开，就一个底漏。底漏，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左右而阴阳。那左右而阴阳是吧？好，我也劈了那，对，我劈这个手在外边，那我这左右而阴阳，你看这个，你左右这边有风出来，这边又是打的时候，我这边有风出来，这边可以打的时候，我这边风出来，就劈的地方，劈的地方就松动。好。那八九的全称叫分身八九。
那个也是母犬，是64种。按照这个周易来讲，按照八卦来讲，八卦64种。我先做一下，这八轴这个圈，要求是在大左进。什么是左进？左进就是笨拙的拙。那么这个中国的武术讲阴阳学说嘛，有刚有柔，有阴有阳，有左有巧，左和巧是相对的啊。这个要再要来说呢，是打这个巧劲，要打快。八肘要打左劲，把你的身体的潜力要挖出来。嗯。啊，练功练到一定程度，在八肘的基础上要打快，拿出来一点就够了。嗯。啊，快好练。嗯。慢可左不好练。嗯。然后下面标一下八肘，第一站八肘一个头。啊，要打得慢就打得左。这是摘要的拳是打什么？它是打的是组合拳嘛？嗯。三五手一组。嗯。四五手一组，三四手一组。嗯。组合一个组合一个组合的。嗯。啊，它打的巧，打的快。嗯。啊，有八九的左进的基础上。嗯。把这个左进拿出来一点，加速。嗯。八九练呢，不要快，要慢，它不能进，不能散。嗯。不足。他们拳的摘要。所以最早的拳是蚌埠銮接八肘，是的。然后摘要是后面编的编的拳。摘要以前的就没形成拳的时候，没形成拳的时候，那是螳螂拳有螳螂秘手，嗯，秘密的秘手，这三手五手一个组合，三手五手一个组合。那江华龙老先生是亮学湘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他把这个螳螂秘手给他总合了。摘要，全中摘要。嗯，好，所以摘要都是这样的一组合，像这样的一些组合，一个组合一个组合。那这摘要是对方这个是阔手打，嗯，就是阔，对方就是说，一坐上不管是坐上什么，一来手上我这劈，嗯，劈，看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圈，他打这个段，这个都往下，这个打的圈，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嗯、你看，啊，方便，就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嗯，哇，在这打，我一压手在这个地方，你看，蹦推，嗯，一点，嗯，这是一个组合，好，就组合组合的打，嗯，好，那最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跟大家说？这是。跟大家说什么，就是喜欢螳螂拳的叫朋友啊，我说很简单的说，为了锻炼身体，可以说为了艺术，看看比赛，看看表演，一些就是这象形的东西，是可以的。要学了螳螂拳的内在的东西，而不是。是那样的东西，螳螂拳那个是有句以前有句话叫身教言传，嗯，以身体身教言传，没有手教言传，嗯，一切都是以这的以螳螂拳以身领袖，而不是手带动的身来做，嗯，任何动作都是在这儿的，嗯，那是才能做的他的内涵，内涵，而不是做表面的东西。嗯，其实你想说的是，螳螂拳不是那种电影像，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相信的啊，那不是那相信，那是为了好看吸引观众。嗯，所以真正练螳螂拳很苦的，嗯，这是个劲，对，每一种拳，每一种武术，讲到最高的层次都讲劲。嗯。以前螳螂拳老师也有的是，职业拳师，这个地方教几年，那个地方教几年，
有的看到好的学生，那他是用心教的，要是你就是没有这方面天分，就传给你拳，传个花架子，传个拳给他，传拳不传劲。嗯，是这个意思。嗯嗯嗯，好。这有喜欢的朋友们啊，这真正体验体验莱阳的踏浪拳，啊，太极踏浪拳，这是嫡传的踏浪拳，记载在莱阳宣志上，宣志这是一切别的踏浪拳都没有记载。嗯，好。